就是有谁能够实实在在打从心里认定读经祷告的重要，然后真的养成认真追求成长的好习惯。有很高比例的人，虽然说是基督徒，自己都知道灵命没有成长。问到是否读经，很多人都会说有读啊，那也是诚实话，因为起码来教会的时候会读圣经。有的人还好一点，每个星期有几天会读几节圣经。至于是否真的渴慕成长，透过读经更深的来认识神，而且每隔几年就把全本圣经读过一遍，很多人从来没有这个习惯。5年、10年，甚至几十年过去，祷告也是一样，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有祷告。至于是否真的渴慕成长，透过祷告来更深的认识神，也让祷告成为一个侍奉，常常为自己之外的人与事祷告，很多人从来没有进到这一步。信主多年来，依然不习惯开口祷告，更很少会主动的想起来要为别人祷告。那我讲这些，并不是要批评论断，而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被鼓励、被推动、被督促，因为只要我们肯追求成长，我们自己蒙福，我们周围的人也都会蒙福。那养成一些好习惯，不仅对于刚刚受洗的人很重要，对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会大有帮助。特别是透过最近几次的讲道，我相信每个人都已经知道几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了。在我们教会有谁是神的祭司啊？那我们这些祭司最主要的责任有哪两方面呢？一方面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或者是献祭，另一方面是把神的律法教导别人，导引别人来把这些教导实践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既然神已经把君尊祭司的身份赏赐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了，真的让我们从今一同努力看重这个身份，善尽这个职责，发挥合神心意的功用。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祭司其中一方面的职责，请大家打开圣经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手中有圣经的尽量打开圣经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手中没有圣经的，我们就看荧幕。我们要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1到6节，我们同声来读，请。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乍看之下好像是拉拉杂杂的谈了好几方面的事，实际上有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如何让教会成为真正敬虔的教会。第一章可以简单的分成三段，第一段是讲敬虔教会整体的表现，第二段是讲敬虔基督徒弟兄的表现，第三段是讲敬虔基督徒姊妹的表现。我们今天的重点是第一段所讲敬虔教会的表现。请大家先特别看2章1节，这一节强调的是什么？强调什么？祷告。为谁祷告？为万人。那在这里需要先特别澄清一下，2章1节一开始的我劝，在原文里没有明讲劝谁，中文翻译假设这里是保罗给提摩太
个人性的劝勉，就翻成。但是许多圣经学者都认为，这里的劝勉是对所有基督徒的。所以一个真正敬虔的教会一定是一个看重祷告的教会，不只是看重祷告，而且是看重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什么呢？敬虔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敬畏神。敬虔的人敬重神的想法，在乎神的心意，关心神所关心的事，而神非常关心万人。单单在第二章的这头几节，万人就重复出现了三次。神不仅自己非常关心万人，他也要所有属他的子民一同同心来关心万人。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看敬虔男人和敬虔女人的表现，二章八节到十五节基本上是一针见血的点出了男人和女人最常见的弱点。男人最常见的弱点是什么？容易发怒，好争论，难以持守圣洁。弟兄们同意吗？而女人最常见的弱点是爱慕外表的美丽，还有难以顺服自己的丈夫。姐妹们同意吗？有人有保留啊。其实这些弱点共同的根源都是太在乎自己，太在乎自己就会把自己的喜好和欲望放在优先的地位。而祷告，尤其是为他人代求的祷告，就刚好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心态。在祷告当中，你学习更关心别人，学习把自己的需要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比自己的需要更优先的地位。好，我们回到为万人祷告。我知道很多人心里一定会想，我哪有可能养成经常为万人祷告的习惯。但是让我们先看看圣经怎么说。在二章二节到六节举出了不止一方面的原因，请大家一边看一边找答案。你甚至你可以跟你旁边人讲你看到哪几个答案，给大家看一看。好，我想大家应该一定会至少看到几点，差别只在于怎么归纳啊。可以看到二章二节后半节有提到的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二章三节的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二章四节开始的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这里我需要先解释，二章一节这里的希腊文字句的次序是跟英文翻译一致的。其实他是先讲要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句子的最后才说为万人，然后二章二节接着说也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意思是说基督徒当为万人祷告，连君王和一切在位的都包括在内。那中文不好翻，所以就用括弧加上也该如此。但接下来就在解经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在这些基督徒应当为万人为别人祷告的几方面的原因里面，有哪几个是普遍性与为万人祷告有关，也有哪几个是针对为君王和在位者祷告的。当大家思想分析的时候，先提醒大家绝对不要根据这一节一节是怎么分的来判断，因为新约圣经原本都是一封封书信，并没有分一节一节的。一直是到公元1551年才有一位叫 Robert Stephens 的人，他为了更有效的查考圣经，自己一边读一边把圣经点点点点点分成一节一节。那整体来说他分得相当的好，对普世教会的贡献值得肯定。但是要大家要记得，这是他一个人的努力，不可能完美，更不具备权威性。
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凭着分节的方式来断尽。二章二节后半节是只针对前半节。不过如果大家是根据逻辑分析来推论说，这个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应该是与君王为君王和在位者祷告最有直接的关系，那这样逻辑分析的推论算是合理的。其实这也的确是最普遍的一种看法。那么第三点原因，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大家觉得是普遍性跟为万人祷告有关呢，还是针对性单单为君王和在位者祷告有关啊？大家想一想。还有第二点原因，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是普遍性还是针对性？如果你开始觉得，哎，这样子看圣经思想分析挺有意思的，恭喜你，这就是圣经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原因之一。这样的读经其实并不是头脑知识性的，而是想更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好叫我们自己平日的生活能更加符合神的心意。现在我们更进一步来更具体来思想，我们应该为哪些人祷告，把为谁祷告以及为什么为他们祷告结合在一起。二章二节特别提到了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这一大原因是保罗在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是罗马帝国高压统治各民族的时代，从君王到各地的地方官都不是信主的。那基督徒遭受政府的逼迫又已经是相当公开而且全面化了。保罗自己在写提摩太前书之前就已经为了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多次被骂被打被关，包括被押送到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关了两年。他被释放之后写了提摩太前书，不到两三年再次因为罗马政府的逼迫被关，在狱中写提摩太后书，不久之后就被斩首殉道了。那么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新约里面好几卷书不同的作者都提到跟这有关的事，然后态度完全一致，都是教导基督徒只要与顺服神没有直接的冲突，我们就当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人。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还更进一步劝勉基督徒，不只是要顺服，还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这其实是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一致的。那耶稣在十字架上还亲自为我们立下了最好的榜样。但是这样做有用吗？不是一大堆基督徒包括保罗彼得以及众使徒都殉道而死了吗？但是让我们别忘了，到了公元三百年左右，整个罗马帝国全面归信耶稣。那不仅仅是因为君士坦丁大帝一个人奇迹式的转变，也是因为基督徒在逼迫当中活出的见证，在各个角落都带给周围的人震撼，产生影响。在近代与我们关系非常紧密的中国大陆，基督徒就遭受了一波一波的逼迫，那去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其实是最新的一波。我头几次去中国服事的时候是前一波普遍又持久的逼迫。我跟大家提过，我1997年第一次去，班上同学是来自五个省份教会派来接受神学训练的精英，在30多位的同学当中只有一位还没有因为福音被关过，其他的都被打被关过多次。我教课期间在上课地点附近一带的教会领袖来探望，还请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为他们祷告，因为当地政府通缉他们，已经开始向他们的家人施压，要拿去他们家人养活全家生计的工作。但是看到这些基督徒坚定服侍主的心，每天早上真的是5点不到就起来，
跪着一起唱诗祷告，还包括为政府祷告，我真的是深受震撼。在那十几天当中，被感动到偷偷哭了不知道多少次。还有一次，2002年，那时候的逼迫情形也非常严重。我到了第二站，是培训当地农村的童工，那更是让我惊讶。哎，居然大家聚会的时候尽情唱诗祷告，不怕被附近的人听到。更不可思议的是，来上课的人太多，后来需要把我住的房间腾出来让给一群学生们住。结果是隔壁邻居一位不信主的共产党干部接待我住在他为他儿子盖的蜜月套房。我忍不住私底下问当地同工，哎，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呀？他们说，因为他们教会的基督徒该纳粮的时候带头纳粮，该缴税的时候绝不拖延，那见证好到连当地的官员都公开表扬称赞。最好笑的是，当地官员有一次因为属下们开会老迟到，在训斥这些属下的时候竟然说，你们怎么不跟那些基督徒学学啊，人家聚会9点开始，8点半都来齐了。当然他讲的是中国大陆教会哈，不是我们北美这些啊。有几次宗教局来突袭，还是当地政府通风报信让基督徒及时散会，没有人被抓。据说当地的公安过去抓过这些基督徒之后，自己心里都过不去，这些人明明这么好这么有爱心，他们实在是骂不下去打不下去，而且真的关进牢里，在里面带人信主比在外面还多还方便。所以从这些实例看来，这些基督徒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就真的经历到如2章2节后半节所说的益处，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其实这方面的生活应用并不只局限于在政治方面啊，在上人为在上的人祷告，而是非常合宜的，可以包括所有位分比你高以及所有对你态度不友善的人。很实际的来说，我们相当普遍很可能会遇到几方面的难处，一个是会遇到态度不好的上司，一个是有可能与公婆或者岳父岳母相处不融洽。让我们记得这段经文就是神给我们的指引。那我和我的好太太都很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在电脑公司工作了好多年，我们两个人都遇到过好老板，不怎么好的老板，还有很不好的老板。我在公司做了1年多之后，有一个新的项目，上级派我去研究这个发展的可能性，哎，后来发现值得做之后，就先把2个人调过来加入我，然后开始招聘新的人。很快我们就从原来那个部门啊只有2个大组之外变成新的第3组。这时候有一位等了很久比较资深的女同事就争取了来当我们的新的组长，当我们的 section manager。 在她还没有成为我们经理之前，我们组员们不只是一同做得开心，还成为好朋友。几位老美要我们每周带他们去洛杉矶一间间不同的中国餐厅吃饭，大家感情非常融洽。那这位女经理刚上任的时候还很友善，但是等到从上头来的压力的时候，她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恶劣，组员们受不了，后来就一个一个的离职另谋高就了。那虽然公司继续雇佣新人，每次有人离职我们都不是滋味，那对我们的经理更是打击。跟我在一起的一位最久的一位，一直想说服我跟他一起开公司。那我因为珍惜和他的友情胜过赚钱，我就始终没有答应。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就跳出去开公司了。在他递上辞呈的那一天，我们的女老板冲进我房间，像发疯一样就对着我破口大骂，问我你是不是也要辞职。遇到他这么不可理喻的态度，我心中的火气立即上升。但就在我要发怒还口的那一刹那，突然圣灵开启了我的眼睛，
我看到我的经理受伤破碎的心灵，圣灵也软化我的态度，特别就是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逼迫他的人祷告，结果从我口中出的不是为自己的防卫或辩护，而是一句友善的关心。当我的老板一听到我说 Janet are you okay， 他就哗一下的大哭出来，然后一边哭一边的把他的挫折害怕全说了出来。老实说，当时我心里完全没有预备，还一开始真的有点惊慌，但是感谢神，那时候因为在教会参与侍奉，有很多的机会学习关怀不同的人，所以我一边听一边在心中祷告。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位经理真诚的虚心求教，请我教他如何能够成为一位好的 manager。 那我至今非常感谢神，当时没有在痛苦当中选择辞职，也没有选择用不友善的态度来跟上司对着干。那件事件之后我的老板对我说，他觉得他也应该多去教会，后来还真的去了。后来神呼召我去读神学院，这个 Jenna 对我说他为我高兴，而且还替我写推荐信。至于跟公婆或者岳父母的关系，我自己比较幸运，缺乏负面经验，但是我多次的帮一些家庭调解。更感谢神的是，让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一些在信主之后不久，一些人信主之后不久，他们愿意选择凭信心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后来不只是经历到和谐关系的美好祝福，还得到长辈们诚心诚意一再的肯定和称赞。真的，当关系不和谐的时候，最好的方式不是耗费心思去想怎么样跟他恶斗，而是多花时间祷告，为对方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当你自己因着祷告更受神的约束，也更加敬虔的时候，情形就会开始好转，起码不会恶化。如果因着你的祷告，也透过你的善意，对方的心也开始被神软化，开始更新改变，你们中间的关系就有可能会转变到你原先以为绝对不可能出现的那个友善美好。我真的是实实在在认识了好几个家庭，就是因为选择凭信心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后来经历了神迹。二章一节提到了为万人祷告，二章四节解释了原因，这也是基督徒当为别人祷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早先讲过，二章一到六节里面万人出现了三次在原文里的英文就像英文一样是 all 所有的，那有的英文圣经翻 all men， 有的翻 everyone 意思都是一样。那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段经文不只强调万人，更强调唯一，也就是第五节的，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为什么要关心所有人为他们祷告？因为只有一位，只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也只有一位能够带给人救赎恩典的救主耶稣。类似的话，彼得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讲道里说过，我们通声来念，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彼得后书里面他也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我们从世界万族万民的归向主耶稣来说，第一个带着跨文化宣教使命出发的团队，就是因为祷告才产生的。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使命感，就带动了基督徒一次一次的跨越，去到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的族群当中。今天连非基督徒历史学者都承认，福音从亚洲进到欧洲
翻转了整个欧洲大陆，让那些原本道德习俗败坏、被称为 barbarian 野蛮人的那些欧洲人，一个个生命被更新改变。那福音之所以会来到中国，岂不是又是因为这些生命被神更新改变的西方宣教士，一波一波的摆上了全家性命，去到中国，而他们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生长环境，去到陌生，而且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中国，岂不也都是因为从遵从圣经的教导，为万人祷告来开始的？讲近一点，我们在座绝大多数的人之所以会成为基督徒，都是因为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已经有人在为我们的信主认真的向神祷告祈求。我想在座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应该也能够明白，要你信主容易吗？没那么容易，对不对？有太多的障碍，一时之间不容易克服。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周围那些常常关心你的基督徒一定经常为你祷告，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知道你心中的障碍不容易克服。我的好太太来美国跟我结婚的时候，我刚信主几天，很希望她信主，但自己没什么办法。三个月之后，她竟然信主了，很显然是因为查经班的许多弟兄姐妹为她祷告。我们后来开始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家人们的反应也让我们难以相信，有一天他们有任何一个人有可能会信主。我们各式各样的努力都尝试过，唯一持续不变的是不放弃希望的为他们的信主祷告。结果原先觉得难上加难，甚至觉得不可能的，一个接一个信主。这30多年来，在各地的团契和教会里，虽然并不是我接触到的每一位朋友后来都信了耶稣，却真的是有很多原先宣称我绝对不会信主的人，后来信了主，甚至成为热心传福音的人。而这一个个，我有机会看到从不信主到信主的人，我都确实知道有基督徒为他们付上了祷告的代价，而且不是一点点代价，是相当认真持久的祷告。而且为他们信主而付上祷告代价的，往往不是只是一位，而是多人一起多次齐心的祷告。简单来说，我从来不敢有自信啊，不需要任何的祷告，光靠我的经验，光靠我的口舌跟人讲道理就能够让一个人信主。我们需要祷告，因为一个人信主，关键是神在他心中动工，在于神开启他的心，肯对神有所回应。同时，我也鼓励基督徒在为别人的信主祷告的时候，绝对不要因为对方现在没有好的反应，或持续没有好的反应，就灰心失望。不管目前的情形如何，神要我们的就是继续的忠心祷告代求，把结果交给神。最后，我们谈一下如何为别人祷告，以及如何成为习惯为别人祷告的人。首先，我们回到2章1节，这里提到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有一些学者把这四个词解释得各有特色，但是宗教改革的其中一位重要领袖加尔文说，起码头三个词他研究了半天，实在没有把握讲出区别在哪里。许多现代的学者也认同这个看法。另外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圣经学者 John Starr 说，无论如何，在这里这四个词共同强调的就是要为别人祷告。那学者们大多同意其中这个祷告这个词是最一般性包括一切的祷告的。我自己觉得我们不需要把为人祷告特别区分为哪四类，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借着另外祷告之外另外三个词来提醒我们一些态度。恳求提醒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要诚恳，要真诚恳切，不论是私底下为这个人祷告，或者是当面为他祷告，
真诚及恳切都是最必要的态度。以前我在大学城服事，因为那城里面没有什么工作机会，流动性超高，所以教会里面没有几位是信主超过十年的。我们主日崇拜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要么还没有信主，要么是在那个教会信主受洗的初信者。在各个团契里面，慕道朋友都比基督徒多，很多才信主一年的人就得担任团契主席。但这些人很单纯，愿意每一次聚会结束前一定听我的建议，留一段时间大家真诚地为彼此祷告。有一次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要受洗，大家才发现，哎，这个彼此祷告的做法多么有价值。这对夫妇都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这妻子在受洗的见证里面写道，他们刚来，因为受到教会很多人给新生的帮助，他们就接受了邀请，参加我们家庭团契的其中一组那时候我们都是在住的公寓里面聚会的。那刚开始每次去查经回家之后，两个人都忍不住要取笑批判基督徒查经的时候所说的话，但跟大家相处久了，觉得这些人很真诚。有一次聚会结束前，大家照常为每个人的需要祷告的时候，当一位基督徒真诚地为他们一家祷告的时候，这位姊妹刹时之间深受感动。她说那个感觉就好像深藏心底封闭已久的心弦突然被人拨动了一下。在他的同意之下，我把他的见证推荐给海外校园，立即被采用刊登。虽然后来他们班里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联络。另外代求把这里祷告的性质讲得非常清楚，你要记得你应该要为别人的益处替他向神祈求。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变成并不是在为那个人祷告。比如说很多人虽然肯照圣经的教导为老板祷告，为公婆岳父母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仍然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并不是从对方为对方着想的角度来向神祈求。又譬如我们很多人都会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但是求的时候呢，是神啊，你让我的儿女更听我的话，更合乎我的心意。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代求。第三点，这是这里最特别也是我们最常忽视的一点，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操练用正面的态度来加上感恩。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一个坏毛病，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把祷告变成说教，甚至还一边祷告一边加上论断及定罪。这样的祷告其实是出于我们自己骄傲的罪，不是为人祷告应有的态度。最后我谈一下我们如何可以成为习惯经常为人祷告的人。我想最实际的做法就是在家里以及在教会里都经常操练来养成这些习惯。我强烈鼓励每个基督徒家庭养成每天晚上全家手牵手轮流开口祷告的习惯。也许你的孩子还很小比较早睡，那你就在那个最先睡觉的那个孩子睡觉之前，全家花五分钟十分钟一起祷告。你的孩子只要已经能够跟人讲话了，他就能够开口祷告。最简单的开始是手牵手的时候，每个人顺时针或逆时针为旁边人祷告。等到大家更习惯祷告了，如果时间允许，其实可以鼓励你的孩子顺着心中的感动多为一些人祷告。大家不要小看你的孩子小，他可以为自己祷告，他可以为他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祷告，他可以为他的爸妈祷告，为他的爷爷奶奶祷告，为认识他认识的小朋友祷告，也为认识的叔叔阿姨还有他的老师祷告。还有不少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为一些宣教士祷告了。弟兄姐妹，你如果希望你的孩子在离家上大学之后
还继续看重参加团契和教会，继续追求灵命成长，早早带着他养成为人祷告的习惯，这绝对会有很大的影响。在教会里，我们也要利用机会多多的操练。我再次劝所有的团契和小组的负责同工，绝对不要因为时间的缘故轻看彼此带到这一环的重要。每次聚会结束前，留出10到15分钟，三个人一组，简短分享个人带到的需要，然后每个人用最简短最自然的话为旁边人祷告。我们华语堂有一个团契，原先一直没有这个习惯，也有不少信主已经10几20年的基督徒一直不太愿意也不习惯开口祷告，但去年秋季很多小组都决定尝试，然后大家发现过去因为没有这个环节，大家没有什么机会分享自己心底一些带祷的需要，别人也一直不知道他需要关心。现在大家觉得在神的家中能够为别人祷告，也让别人为自己祷告，是一件很美好很蒙福的事情。大家是不是同意我们应该不要光说不练？不要紧张哈，我们操练用5分钟简短的祷告。好，那我在这边特别提到，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习惯，如果听我讲完之后你还是不习惯啊，觉得很不想被勉强，没有关系，我们绝对不勉强你啊。那就请在里面，你们三个人一组里面最有经验的稍微照顾一下啊。但是如果说你虽然还不是慕道朋友，但你觉得我愿意就用我平常讲话的方式为旁边的人来做一个祷告，等于为他祝福的话，那这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把原则列在这里，每个人要讲自己的名字，你等一下为你旁边的人祷告的时候，你就是能够提他的名字啊，就用我们就好不好，我们就近3个人一组，我们把握时间，每个人只用15秒，你帮别人想出一个他可以为你祷告的事情，不要聊天啊，只有15秒简短分享啊。爸爸也可以带着孩子祷告，可以简短分享。差不多第二个人要分享了。好，轮到第三个人说了。好，请大家开始祷告，每个人祷告不要超过30秒，简短的，请开始祷告了。应该已经第二个人祷告了。
应该第三个人祷告，在30秒之后我结束。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操练的机会。特别是知道我们家乡的很多的亲人没去过教会，很多不太有机会听福音，让我们习惯在跟他们交谈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下他们的近况，然后愿意为他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哪怕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自己还没有信主但是当家人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我们听过的福音，也会鼓励我们的家人来到神面前。求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为我们家人祷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团契小组当中，大家习惯常常问彼此代祷的需要，然后彼此代祷。我也感谢主，有很多原来是还没信主的朋友，他们第一次开口祷告就是在小组的时候为我祷告。盼望我们的基督徒也能够带着小组里面人更多来操练，让我们更多经历到神的信实，也让我们更多成为习惯为人祷告，自己蒙福，周围的人也蒙福。愿主引导，愿主成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